达州阿拉萨，所以我今为什么我会下来这里帮忙助学呢？是因为哈、这不单只是单人的爱的这个补选，也是我们全国上下民政党的补选，所以我会全力以赴下来这里，全力以赴的拉票支持。所以我们很请丹蓬碧爱的选民们，请投我们民政党一票，一票的一票。